大家好，我是老老子。大家好耐冇见啦，我想大家起码有两年冇见过我啦，身形又肥咗，又靓仔咗，系咪先？但今日嘅话题并唔系我块面啊，我哋系讲十八禁同埋咖喱。由于老子我对十八禁嘅电影、恐怖片、动作片、爱情片，有咗呢个十八禁呢个字，我都会觉得特别吸引、特别刺激嘅。而且我系非常之中意食咖喱嘅。咁如果将十八禁加入咖喱，会变成点呢？十八禁咖喱，佢点解十八禁啊？应该唔使我点样解释噶啦。不过净系睇个包装，我就觉得有啲得人惊啦。嗱，你睇下后面十八禁，辣得滞，十八岁未满嘅就唔食得啦。而且高血压啊、身体唔舒服啊、肠胃弱嘅都系唔食得噶。我上网睇过咧，就话呢只咖喱咧，如果要食就一定要食啲嘢戰肚。睇唔睇到啊？而且佢写住超重身。呢一只咧，佢本身一共有三只味道嘅，呢、这个系属于最辣嘅嗰一种。今次我真系大挑战，试一试呢只十八禁咖喱到底系咪真系咁激先。好啦，咁我哋开一开入面睇下入面系点嘅样先啊！入面咧十八禁，咁同一般嘅咖喱咧，人哋就系得石子嘅啫，就唔会有印有图案嘅，通常纯色嘅。不过讲真，我真系有啲惊，到底我食完会唔会胃痛？我真的不知道，不过我们现在先整热了它，跟着我再试给大家看。好紧张啊，我好怕啊，救命啊。哇，好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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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咁加越热呢就这样啦。咁我们现在呢就准备开一开看看里面是怎么样先。哇，唔系讲笑，真系好辣咁样，闻完已经飙汗啊！呢度咧就已经有白饭噶啦，咁我哋依家咧就将个咖喱倒落去。望落去咧就同我哋茶餐厅嗰啲咖喱就差唔多样啦，但系我已经飙油了，已经不是飙汗了。你攞个咖喱，咁我哋起码都食埋嚿鸡肉。哎，个胃好热啊！我又要啊！仲未拉完啊！你拉几耐啊？如果大家追呢条片，就记得揿订阅，同埋分享俾你中意食咖喱嘅朋友啊！好啦，好啦。